明仔载要检测啊，你去甲医生讲吼，叫伊哦先甲我的石膏卡落来啦。啊，我检测完我再回来讲石膏吼。啊，你拄则毋是听甲哀叫？无啦，哪有啊？即卖袂听，紧啊！耶稣儿，听连长说，你还很年轻，先把伤势养好。万一以后有后遗症怎么办？叔叔阿姨，你目前素娥的状况是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检测。如果没有检测的成绩，就表示他没有办法接训。连长，我可以检测啊，我跑步虽然不会用手嘛。而且你看，你看我右手很好啊，我一只手也可以爬。我拿胶的时候也是用右手拿的，我这样可以完成那些项目就可以了吧？连长，素娥她一直很努力想要结训啊，你现在突然要她退训，我怕她没有办法接受。